东，哈哈，我听说这地方有怪兽出没，你是不是怪兽啊？啊，我可不是怪兽，我是熊猫，还熊猫呢？你看你长得大黑眼圈的，两个黑耳朵，一看就不是好的。哼，我打我打我打打打打打！哎呦，不对呀，不对呀，奥特曼，你别打我，我真的是熊猫啊！切，我就不相信，我打打打打打！我的天哪，不对不对劲儿，你不是奥特曼，哼，奥特曼才不会打无辜的人呢，你肯定是怪兽变的。糟了。被他发现了，那可不行啊！哼，谁告诉你我是怪兽的？你才是怪兽呢！我哒哒哒哒，也欺人太甚了吧！哼，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吗？我有很多兄弟姐妹的。我告诉你，老虎哥哥，赶快出来！是你打我的兄弟吗？哎呦去，大老虎！不过我不怕。那我小青蛙呢？你怕不怕？哎呦，就你个小青蛙还想打我，门儿都没有！我不怕。还有我小猪猪呢？你怕不怕？哎呦我的天哪，一个比一个弱，我才不怕呢！啊，他怎么都不怕呀？这怎么办呀？喵咚，他们都不怕，那你怕不怕我呀？哎呦我的天哪，真的奥特曼来了，快跑啊！小朋友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奥特曼叔叔。不客气，下次有情况赶快呼叫我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